门的长度可以做一两厘米的微调，为了能够使起针的位置和收针的位置形成一个完美的对接连接，形成一个完整花纹，理解了吗？好，缝合好之后，你就形成了一个大圆筒。然后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在大圆筒的这一侧，就是你编针，我们开始不是也留了一针正针吗？啊，我们在这一针正针的位置把所有正针都调起来。注意了，如果我不特意讲，你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片状啊，编针就旁边的那一针，你一定要给它织上，千万别把它挑下来不织，从第二针开始，这是不可以的啊。只要织片状的时候，涉及到下一步又有缝合又有挑织的这些动作，每次无论是正面反面织第一针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按照常规的给它织上，理解了吗？并且不能使劲拽第一针。好，这点大家知道了，我们继续把窍门向你说出来，将这款作品的所有的瑕疵位置都给你规避掉，免得你织的时候会碰到这些问题啊。好，原款我们在它的边沿位置啊，只挑了多少啊？120针。注意，这款犯了一个什么样的毛病啊？这位置挑针挑的，怎么说？因为你原来的这个位置啊，实际上你能挑出所有针，很多针呢。第二行的时候，你要给它均匀剪织120针，形成正身的部分。理解了吗？啊，也就是说，我们将它挑出所有针的时候啊，你要给它剪一下针的，只有这样才会使得边沿位置非常整齐。但这款你发现了吗？这个位置坠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由于这个花纹，为什么呀？它上来要有拧针的，只要一拧针，就会出现一个非常纷乱的这样一个效果啊，看出来了吗？两个方法可以解决。第一，你剪针的时候啊，这位置不要剪得过多，理解了吗？啊，也就是说，你挑出所有针，它很有可能是你挑出了180针，最后变成120针，绕开这个位置啊，两边你可以多剪，没问题，这位置尽量少剪，理解了吗？这是第一啊，能够使得它这位置变得完美啊，更好看的一个解决方法。另外，这位置的花纹，同学们先给它截下图啊，叫法式面包针。好，截吧，再截一个一部分的啊。你发现了吗？刚刚的完成了第一行，然后第二行立刻就开始拧花了，对不对？如果这么着急的拧花，就会出现这个状况。所以你一定要向上多织，哪怕多织三四行再开始拧花，这是织完第一行，第二行就立刻开始拧了，所以就会出现那个情况啊。这点提醒给大家了，一定要给它避免，理解了吗？好，然后呢，挑出所有针，第二行剪至120针，我们开始环形的按照花纹向上织正身了啊。正身位置的图解啊，排花，看到这几个字了哈。好，直接截图就好了。你会发现前后花纹一致，各由24针反式面包针组成的啊，左右各一针反针，然后左右剩下都织正针就好，34针正针啊。这34针正针是从这位置算起，一直到喏这位置结束的啊，然后这位置呢是那个法式面包针，看到了吗？好，整体我们按照这个排花120针啊，环形向上织，现在是环形了啊，织多高呢？总体我们向上一共给它织了17厘米。达到17厘米之后，我们这120针要做腋下的分针了，也就是说你啊，分别按前后片向上来编织了啊，不用说，你总针数120针，自然是前后各60针，分片织。我们要在两侧，也就是在腋下进行剪针啊，怎样的规律剪呢？我们要在60针的左右各平收4针，这儿和这儿都是这样的啊，平收完4针之后。看，实际上你的后背片也是这样的操作啊，看后背片也是剪4针，这边也是剪4针啊。好，前后片都按照这样的来操作，然后呢你就开始了一个
缓慢的减针的过程啊，不像刚才这样一下子就减了四针。现在开始，隔一行减一针，减四次，理解了吗？换句话说，也就是每两行减一针，一共减四次。它挨着这个平减的这个四针是一起操作的，看到了吗？啊，两部分连前在后都是这样的减针手法啊。好，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先完成的后背片的减针，前片是横在这儿啊，是搁置的。那么后背片减针，减完了这个针数之后，我们将剩下的针要往返的向上直接编织就好了。整个过程不需要做针数的增减，保持原有针数。总高度我们向上一共给它织多少厘米呢？向上整个后背的部分啊，我们要给它织18厘米，后背的高度18厘米啊，给大家写一下。从哪个位置开始算的呢？是从我们的腋下开始分前后片的位置啊，腋下开始分前后片的位置，我们在那儿开始向上量，达到18厘米之后啊，我们就完成了整体的后背片的部分啊，18，拿错笔了。好，这18厘米是整个后背片的高度，从腋下分针位置算起的它的高度啊。达到18厘米之后，我们留1米的长线，然后就可以剪断了。然后这1米的长线是用于一会儿织缝前后肩头用的啊。然后我们将剪下来的线系在前片，按照刚刚这个减针的形式啊，给它减完。减完之后，依然跟后背片保持相同的编织方法，也是将剩下的针啊，往返向上织你的前片，但是它没有后背片织的那样高，后背片总高度到18厘米呢。前片从你腋下分针位置算起向上，你只要给它织10厘米就好了，喏。为什么要织10厘米就好呢？这位置有点歪啊，看，为什么要织10厘米就好呢？因为我们要给它这儿要剪领口啊，领口位置是怎样的剪针呢？首先，我们将领子正中间的8针要给它平留，在领子，我们取它正中间的8针是平留，而不是平收啊，同学们，如果要是收针的话，你那个位置一会儿再挑针啊，就会特别特别的不方便，而且会出现一道印记。哎，每次怎么都拿错笔啊？那这位置啊，一下子给它平留8针，平留完8针之后，我们将在它的哪里啊？整体的领口的部分，在它的两边啊，在8针的两侧，我们开始进行规律的减针。首先每两行减3针，在这儿减一次，每两行减2针，减2次啊，这个位置每两行减1针，减一次，就是它的这个地方8针的这一侧。另外一侧是和它对称的减针手法，看到了吗？啊，两边都是这样减的啊。当然你是先完成的一侧，再完成另外一侧的，所以你在剪完这一部分的针之后，一定要看看它跟后背片相距多少，如果跟后背片还差一段距离，好了，保持你剩下的针数继续往返向上编织，直到跟后背片这个18厘米保持一样的高度，理解了吗？好，这时候我们要将它的前后片取相同的针数来缝合，你前片假设剩下了16针，就从后背片也取16针，从外手向里手这样织缝，3根毛1针啊，这样织缝，这个是所有编织的人都要经过的一个程序啊，大家都知道的。好，织缝好之后，整件衣服背心的部分基本完成，就差领子了啊，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给它挑织领子。前边8针是平留的，你已经在这儿了，对不对？后脖子的针数是
由于你前后尖头是从外侧向内侧、外侧向内侧这样支缝的，所以这儿的针数也被留下来了。这儿的针数不用理会，直接给它算作领子的针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刚刚减针放小纸条这个位置和另外的这个位置啊，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来进行挑针，一定要挑得密密的，不要有孔洞，挑出所有针，不要担心针数挑多了啊。一定要让它非常非常的整齐，挑出所有针，然后在第二行的时候，我们均匀给它减至80针，然后环形的向上用8号针啊，就是细一点的直针，给它织拧针的双螺纹。同学们准备截图啊！老有人问，哎，拧针双螺纹这花纹怎么织的呀？这不就是这样吗？很简单，我每天都会给大家说的啊。好，这个花纹我们向上。环形织8厘米就好了，然后一定要收一个机器边，这样充满弹性啊，穿着出来会更加的舒适。好，这个位置随着领口的位置的领子的编织好，收针，整件衣服的背心部分也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将进入袖子的部分啊，袖子是从哪儿啊？袖口这直接起的针啊，然后环形向上编织的，它是一个小小的喇叭袖的效果啊，仔细看。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好，整个袖子的部分，我们一共给它起了60针。看，60针我们织的是什么花纹呢？同学们仔细看啊，是非常简单的麻花针啊。我们看一下它是多少，8针麻花，第8行拧啊，然后相隔4针反针，大家准备截图，看到了吗？再然后，我们将这60针啊，环形向上织这个8针麻花，第8行拧，中间相隔4针反针，高度向上一共织10厘米。再然后，我们将总针数啊，原来是60，到这儿我们要给它均匀的减至32针，一圈的范围之内就减完，也就是说一次性的从60变成32，理解了吗？再然后，我们将32针改织正针。环形向上来编织啊，一边向上编织，注意看这个地方，看，这地方叫袖腋处，也就是袖口到腋下的位置啊，我们要在这个位置进行规律的怎样啊，减针啊，sorry，加针啊，怎样的规律加的针呢？我们需要每2行加一针，每12行加一针，一共加7次。沿着这个位置啊，一定要注意，织袖子加针永远是，如果你织片状，两边左右各加一针；如果你环形织，在袖腋处这儿一次性的加2针，明白了吗？啊，加的时候你可以把一针作为加针点，或者2针作为加针点，在加针点的左右来进行加针啊，一定要注意，隔11行第12行加一次针，一次加的可是2针啊，一共加7次。总针数增加14针才对。好，这时候我们看啊，整体这一部分的长度，我们要给它向上织了多少啊？一共是织了32厘米啊，这一部分32厘米。当然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来进行增减，达到我们需要的高度之后，也就是到这儿了，要进行腋下的减针了啊，整个袖子腋下的减针，换句话说，也就是织我们的袖衫的部分，或者北方啊，北京地区我们叫马蹄儿啊，因为它这个位置啊，光一个袖子位置非常像马的蹄子的部分啊。马蹄儿的部分，首先我们在腋下的位置，就是在你加针点的左右，注意啊，在加针点的左右，我们要给它一次性的啊，连前在后，各减4针。一下子减掉这么多，总针数减了8针才对。好，减完之后我们要怎样？你现在已经是改成了往返织了，之前已经一直环形织，对不对？好，改成往返织的时候，我们要在起始针的位置，两边都减啊，隔一行减一针，减13次。也就是说，整个上面的所有的针数，开头减，结尾也减，不停的向上减减减减减。使它形成一个山的感觉啊，减完13次之后，剩下的针平收，然后呢，
用这个方法完成另外一个袖子。当两个袖子都完成之后，再和正身缝合在一起，这样你的衣服就完成了，不复杂。也就是说，你喜爱的各种各样的花纹啊，都可以用这种形式来给它形成你的下摆的部分，从侧边挑针啊，放上你喜欢的花纹，普通的织法就能够完成一件衣服，充满设计感，而且跟传统的毛衣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不对啊？这样很多年轻的孩子就会喜欢呀，对不对？好了，这款衣服介绍完了，如果教程对你有帮助，请点赞，非常感谢各位。